武器架刀那一上几乎残留着已经无法洗掉的红色。这个102房有什么？有保险库，保险库锁上，然后箱子箱子没东西。103呢？这里哦，妹妹在这里，她是妹妹吗？我觉得像男生多点的这个。那好了，这里是哪里啊 ？B 钥匙，这是街道来的。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些照片都发毛了，了还要给我这些音效？这个可以按。鸣笛，这些熔炉根本就没有东西。来，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啊？我搞不懂哎，白痴啊！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地狱吗？啊？这好像不是跟我们的客厅一样的嘞。OK， 我感觉又轮回了。对，又不要告诉我这个又是关于 PT 类的游戏。PT 拿到一个碗了，所以我们要放在哪里那个碗？哦，直接在这里了。倒啊，倒不了。到加血加 P， 它就会打开一个叫降噪的面板。然后我们在降噪这栏把数值改为 80%， 而下面的噪音幅度的数值改为 45%。 如果你不想资料经过回收站，你可以使用这个技巧。当你要删除这个文件夹时，点击这里就可以下载这款插件了。下载完成后，我们点击右键解压缩这文件。解压完成后，这里又有一张床，这里有一张床，然后这个是地毯，这里又有一张。Oh my god， 我觉得死定了。很多猪哎，可以给我突然间把我肚子了。我们留两只就可以了，留两只就可以了。好，买了。好，我们去。对不起。喂，等下你就死了，天天。我们给晨晨往前冲。晨晨你先，晨晨你先，晨晨你先。我当时就不应该答应要跟你们一起玩这个。既然你们看到吗？这样子丢。啊嘞！有了，有骨头，有骨头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个是那个有点灰灰色那个手那个。我先去放先，我先去放。真的很像我在玩那个密室逃脱，你在密室逃脱有一堆那个什么人。好啦，今天阿妈，芊芊啊，你这个那个放屁呀、啊！什么？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过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？这里。这里，我听到他的声音。
劈了劈了劈了，你怎么可以随便钻下去下去啊？然后呢跑哪里？这里好，哪里？这里这里这里。然后我走对路吧。然后他在后面吗？我不敢转头，现在啊，走哪里啊？走哪里？走哪里？白痴！所以说我们只能走那个地方了。好的，我们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找这个东西，我们要找五个这个东西。好的，那个应该是录影带。好，这个要蹲下。好的，这要蹲下走什么鬼啦？他箭头往这里，叫我们走这里。什么声音？什么？有东西，有东西，下去。OK， 好的，我基本上就是来水影片罢了，这点。对，由于我不想拍片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水影片。不过呢，我看到这些影片呢，我也觉得挺什么的，因为呢，毕竟呢，都是我以前辛苦拍下来的影片了。自从呢，还想认真做那个 YouTube 过后呢，我就很努力，很努力想把影片给做起来。结果呢，还是不行，尤其是初始的频道，初始那个频道真的是。那么呢，好，我也觉得自己挺狂一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从2017年到2022年，我总共呢做了800部影片。对，800部，我做了800部影片，我挺狂一下的。我觉得我自己，可惜没有一部影片可以带红我。那总而言之，我也说一个事情的，那就是呢，这个频道呢也是我最后一个频道了，也是我最后一个做 YouTube 的动力了。对，没错，如果这个也不成功的话呢，我直接就放弃了。虽然呢，我很喜欢做影片，我也很喜欢拍影片，可是呢，我真的这个已经是我最后的动力了。没错，以前就是想要把 YouTube 当成一份工作，在这里赚钱，因为毕竟呢，拍影片、做影片呢、创作影片呢，是我喜欢做的东西。可是呢，怎样都好，一直都做不起来，没错，都做不起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就是呢，这个频道，我这一个现在经营这个频道呢，就是我最后的动力的，没错。如果一年之内呢，还是呢，好，跟以前那些频道呢，没有什么动静，没有什么希望的话呢 ，OK， 真的是放弃了，没错，我真的是放弃了。一年之内，对。在一年之内呢，哈，还是不行的话呢，我直接就放弃了这个频道，我就不做了。对，那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是一个水影片罢了，对，只是一部水影片罢了。如果想知道详细一点的东西的话，1000个订阅，对，我突破了1000个订阅的话呢，我就把所有我经营 YouTube， 我经营 YouTube 频道的经历全部都说出来给大家们听，分享给大家们听啦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这部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按个赞、加订阅和分享啦，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咯。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， See you next video。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大家们想看这23部的完整版影片的话呢，我把链接全部都放在下面了。对，如果你们要看这些完整版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去看哦。